fake source of address in packet 啊，就 impersonate 就我把 source address 改掉哈、哦、，hijacking 现在有很多人不懂 hijacking take over 哈、哦，就我这个 botnet 的话就等于是变成僵尸电脑哈、哦、，rombing 这个rombing 哈、哦，这个我们后面也会谈的哈、哦，啊 interference 跟 jamming 哈、哦，这个就是说另外一种就我让 attack 让你瘫痪掉啊，瘫痪掉 denial of service 这个是最常用的。OK， 那这个我们后面都会再谈的哈。所以刚刚是简介哈。那我想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回来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密码学哈，密码学的核心就刚刚是简介的大概念，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从密码学开始来谈哈。